办事上点心。哎呀，请下命令吧，我相信你的判断。抓紧缰绳，冲吧！别太依赖我的能力，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吧。赶快结束吧，要耽误研究的时间了。小菜一碟，就看我的吧。没什么好怕的，开火。战场上可容不得马虎。诸位，让我们为未来而战吧。好的，今天就让我来打头阵吧。放心吧，大炮刚打理过，不会出问题的。这下能成，开炮！思考的时间结束了，准备战斗。瞄准了，给我打！胜利只属于最坚持不懈的人，战士们，我以你们为荣。准备战斗，开火！上吧，拿下他们！作战进行得很顺利，您的指挥十分出色。调整方向，开火！注意方向，射击！
现在，开火！别担心，我会完成任务的。全体准备，开火！瞄准了，给我打！这真安静，该不会有敌人的埋伏吧？全力进攻！胜利女神正在冲我们微笑。我军的优势很大，照这么下去，敌军已经等不到下波攻势了。没时间磨蹭了，快行动起来。胜利之门向我们敞开了，上吧，士兵们。想好了吗？再不行动，我可等不及了。准备战斗，开火！好困啊！好的，请继续执行计划。找到破绽了，给我打！有什么要求就尽管说吧。调整方向，开火！注意风向，射击！就是现在，开火！小菜一碟，就看我的吧。没什么好怕的，开火！别太依赖我的能力，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吧。请下命令吧，我相信你的判断。赶快结束吧，要耽误研究的时间了。状态不错，就让他们看看装备的差距吧。我的射击水平还得再提高才行。
拉瓦西老师可没教过这个。找到破绽了，给我打！和预想的结果一样。有时候真希望能多点意料之外的事。诸位，让我们为未来而战吧！战斗吧，诸位！今天的胜利会成为美好明天的基石。上吧，拿下他们！感觉不错，真想让艾梅看看哥哥威风的样子。战场上可容不得马虎。全体准备，开火！需要物资调配就来找我，雅各宾派很乐意为爱国人士服务。